道我们房子其实已经倾斜有点严重，所以我觉得有点危险，我赶快请我们宜津议员来帮我们看看。然后下午宜津议员来也陪我们看过一圈之后，没想到就在刚刚大概7点的时候，听到一声巨响，然后大楼震动了一下，然后我马上去后面，因为后面在施工，我马上去后面看，就看到监工在叫所有工人撤退，然后过了半个小时才来通知我们民众说要撤退。